今天呢是我们心动信号录制，然后我们要聚个餐，但是因为涛哥的旧伤那个腰伤复发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看看他。嗯，涛哥，我是月亮警察，我来针灸一下你。让我看到了超越，快给我押韵，让我舒服一点。看，我来针灸你擦。我没事儿，超越，我 OK 的。只现在看上去有一点狼狈，是吧？就是有一点憔悴，有一点，还是确实有一点，是吧？主要是身体有一点累。除了哎，看见你就没有那么疲惫，也可以消除我的累。那等会儿还下去吗？下去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要不行的话，你要不就休息。我已经好了，我现在可以翻个跟头。是吗？没翻一个啊，一二三，哦，月了吗？我是五 G 哦，再来一遍，一二，哎呦，厉害！我是五 G 的跟头，所以就是太快了，可能镜头也拍不到而已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吃饭的地方，看看这届嘉宾都有谁嘞。我现在要进去了。Hello， 嘿嘿，来，我们来拍一下呀， yeah， 大家打个招呼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现在我已经来到吃饭的地方了，然后我看一下，哇，大家好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心动嘉宾们，大家好，哇，这是谁？汉哥，大家好，七哥，嗨嗨 ，Hello， 我是阿里巴巴。Hello， 我是小丁。哇，完美，真的是太好了！拜拜，我们要吃饭喽。